4月27日第23届全球华语榜中榜颁奖典礼在澳门金光综艺馆隆重举行。在各大颁奖典礼上，明星们除了在奖项上的争夺显得异常激烈外，还有就是红地毯也注定是一个必争之地。而在今天的红地毯现场可谓是星光熠熠，集全球华语艺人为一体，齐聚澳门出席大典，包括内地歌手张杰、黄子韬。台湾歌手苏建信，影视演员林志玲，香港天后歌手杨千嬅、容祖儿等人均一一亮相红地毯。没错，他就是当今华人演艺界影音双科天后杨千嬅。中国香港实力女歌手容祖儿，最重要的是要预告一下，五月初马上演唱会又要来了，对不对？OK，如果各位今天在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